花花花花花。哎，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特权哦，记得要用掉。60倍要不要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还。你先看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好不好扔？椰子，这个好。这个好扔，这个好扔。哦，他这个好，他这个好，他这个好。这是唯一像保龄球的物体。要换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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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下一轮就要用了。下一个有谁？你来吧，你来吧。你可以带点助跑。嘿，嘿！哦，椰子都碎了。椰子开了，打烂了。花花四中啊，四中。来了，你们那边该谁了？我还打吗？来来一个，哥。9号，真有大桶啊！这玩意啥也不是的。下一个咱们谁来？那我先来了啊。什么？一瓶矿泉水还不错。你们要把那个最大球放哪儿？谭哥，那我还是要放第一个最前边是吧？有请6号运动员正式登场。我就要一次机会，一次机会就够了。快看他妖娆而做作的姿势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瓶矿泉水能否挑战成功？他能再次创造人类史上。你会少重量的。待会儿没劲儿了。这个范儿啊。他是打算把自己投出去。好来了，面对疾风吧，对，哎，差一点全倒了，一共五中，也很多，也很多，哎呀，也很多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回旋球都能往后边的倒？我真的刚才脚滑了。不是哥，你主要是起步太高。打平了吧，我们打平了吧。这样啊，我建议还有两个道具各选一个，好不好？两边各派最猛的那个人，一对一用同一件物件，都用60倍特权比一场。好，什么道具就看命了。好，行了，摸哪只是哪个了，那个就是我的了。惨叫鸡咋换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一二，哇，广坤大哥用上了60倍特权的最后一搏。哎呀，这球嘛转不住，有点手小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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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鹏哥，谢谢鹏哥，鹏哥。接下来登场的是著名运动员沈腾，能不能够再次的创造奇迹和辉煌？现在变成了一只熏鸡啊！熏鸡，来让观众的欢呼声再响亮一点。腾哥，这只熏鸡能成功吗？可能天注定了我这一生都会生肖。我从来没有做成过一件事儿。
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王小飞，没事哥，运气不好咱靠实力。腾哥哦，来喽，能击中多少呢？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。面对疾风吧，实力选手沈腾配合上我们的60倍的这个特权一击全中。哇，第一轮保龄球界的霸主沈腾，扛把子。我也没想到当我40多岁的时候突然在体育界发光了。